有些人呢天生的牙齿就不好，那这种是什么因果呢？这种牙齿不好，天生牙齿不好嘛，就是爸妈妈在肚子里的时候就缺钙呀、啊。缺钙啊，妈妈本身缺钙，在孩子就把他妈妈的钙全部失去了，但是还是不够啊，嗯，还是不够，明白吗？所以很多女人生完孩子之后，骨头呱啦呱啦，全身骨头都响了，嗯，那么如果你要从玄学上来讲，你缺钙的话嘛，也是身体本身的一种不足呀，不足的话嘛，上辈子也是业障所致啊，业障所致啊。业障哦，嗯嗯，那师傅那个后期，我们经常是有人长那个智齿，就有的智齿长得比较好，有的智齿长得就是横位的或异位的，导致要拔牙很痛苦。这个跟他自己前世业障有关系吗？应该有的。如果这个人经常动坏脑筋，他的牙齿就会不好。他的牙齿就会不好。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，哦、吃喝嫖赌的人，你说哪一个牙齿好的？说哪一个牙齿好的？你看过去那些汉奸，那些坏人，你看他电影里出来没有一个牙齿好的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我感受。实际上就是酒喝了多了，啊，糊涂了，其实也是损失自己很多的那个荷尔蒙啊，让自己的钙缺钙啦，然后再加上呢，这个整天抽烟喝酒啦，你说说看，他这个钙缺少了很厉害，他牙齿会好看不啦？所以你看那些汉奸都是讲坏话的人，过去古时候说相不好。牙都是爬出来的，所以爬牙的人，你去看牙齿长得不齐的人，这个人的口业犯得很重，还有嘴巴歪的人，这人口业也不好的。这人口业也不好的。哦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